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呢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啊。你八字要水的人呢啊，其实呢你做这个动作其实对你是非常有利的哈，就是啊起床的时候啊你就先喝一杯水啊，那这样子啊你呢基本上啊你的水气呢就会啊比较旺一点啊。但是啊记得哦，这种的取运方式只针对八字要水的人，像你八字要火要金要其他的哦，你不要这样做哦，尤其你八字要火的人。你八字要火的人，你只要起床一杯水哦，你会变成你的胃酸分泌不够多的时候，你会胃痛啊，你会胃痛。所以啊，起床一杯水啊，快乐是神仙这一种的呢，叫做什么？针对八字要水的人，它才有作用哈啊。其他的你八字不需要水的人，尽量不要做这个动作啊。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